老四有个笨蛋，这黑灯瞎火的在这溜门撬锁的，肯定是贼呗。汤队长也没让咱们抓贼呀，咋整？先铐上。铐上。待会儿通知康队长。你说你个笨贼啊，偷哪儿不好，偏偏撞到爷手里。得，这县长家啊，这个被盗的案子还没人顶呢，就你了，就他了。啊？谁是贼呀？那你们是谁啊？那我说你们才是贼呢。嘿，哎，老四，警察看好了。认识这身衣服不？这衣服我认得呀，可你们我不认得呀。那你们说你们是警察，那我穿上这身皮，我还说我是警察呢。你们局长叫什么呀？说呀。李书海派你们来的？李书海局长派你们来的，还是坂本太君派你们来的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儿要不把这事儿说清楚，咱一个人都别走出这大门去。香哥，哈子知道咱们局长叫啥名吗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有点来头啊。那不是屁话吗？这来头大了，还不赶紧给我解开？哎，等等，你到底是干啥的呀？你不给我解开，我凭啥告诉你我到底是谁呀？那不成，我们也知道你是谁。老四啊，说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这腰里边东西要吓着你，你可别怪我。嘿，搜！啥呀？枪！我告诉你了，别吓着你。老四，你吓唬啥呀你？咱手里拿是烧火棍呢，拿。枪还不错。小子，我还真看走眼了，你不是贼，我看你像八路。飞车队呀，你听过？听过。你见过？没有。但是我知道啊，那都是皇军挑出来的便衣啊，想赢搞本事大，一般人去不了你们那儿，我老崇拜你们了。哥，钥匙。等等。你说你是飞车队的？这大晚上的偷到你们大队长家，也不合适吧？有道理。不是有个屁道理啊！不是我大半夜的，我怎么就成偷了？不是我大半夜的，我怎么就不能来这儿了？我刚才跟你说我名字了，那签儿是啥字儿啊？马二孬，你认得不？
你知道不？你不是知道吗？你跟他说呀。我知道，是飞车队副队长大队长王彪是他哥。所以说呀，那我咋就不能来我堂哥家了？不是我大半夜的来我堂哥家里，咋还成了偷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想啥时候来就来，我爱啥时候来就来，你管不着。我数三个数，赶紧给我解开，再不给我解开，我带着飞特队踏平你们警察局，你信不信？不，哎，原来是马副队长，这久仰，这不大水冲入了我们，快解开，快解开，见谅啊，见谅。钥匙？钥匙啊，钥匙，瞧你没眼力劲儿。谁没眼力劲儿啊？你，对不住，马副队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今儿这事啊，你可千万别捅到我们局里去啊，马副队长，您多多包涵。对，多包涵。包涵？包个屁！把门关上。快！说吧。谁让你俩来我堂哥家的？这大半夜的来我堂哥家里边干什么呀？啊！不说是吧？啊，行啊，那我现在就去报告坂本太君，啊，就说你们私通八路，大半夜的来刺杀我堂哥，堂堂飞车队的王子队长。您可不能去！你要这一去，我们哥俩饭碗可就砸了！哎呦，他娘的什么饭碗？说不定咱们俩的脑袋都得……这借我们100个胆也不敢刺杀王大队长，那都是多狠的人啊！我借你一百个胆，我量你那里一个胆都没有。不是说吗？到底谁派你俩来的？还有谁啊？后边还有谁来的？就我们俩。骗我？不敢，真的。康队长就指派我们俩来的。你，康队长，这康队长对你俩还挺放心，也不怕你俩出个啥意外。关门闭户，小心火烛。关门闭户，小心火烛。你俩还真就差点出意外。进屋了，马副队长，我们说了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！我们也就是奉命行事。订阅点一点，感情更长远。